各位观众朋友，真欢喜你半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。我今回有得甲咱讲起，引起遮个宗教领袖真无欢喜的代志，其中的一项就是关于安息日。安息日照无西律法的规矩，是未使做工作。安息日的时间，一定爱严格接受。 这甲因亡国嘅经验有密切关系，所以我伫讲话有在讲起，伊的学生目肚枵的时，经过未远，啊去晚未睡起来食，啊要食进前台，路许未睡嘅未磕达路好掉，你无可，咱无可能去切下来，修起来，的切啊，啊起来喙食，一定是爱安怎，去切啊磕拢磕掉。 内底米，咱来食。啊，这是耶稣的学生，从来未烤路，到地高，即个宗教领袖相当有意见，讲因做安歇日无应该做嘅代志，无应该做，就讲树在路卖烤，安尼就等于讲安那安日嘛在做工课。耶稣当然有意见，耶稣的意见，伊用反问的方法。 伊提以色列人上敬重诶一个君王叫做大毕，伊讲大毕，伫走路诶时阵，去揣大祭司，去揣大祭司。啊，希伯勒，伊讲你遮讲有啥物物件，互我甲我诶兵食。啊，希伯勒毋知影大毕在走路，伊惊一个看大毕来，伊惊一个。 啊！代表佮他骗，讲我即仔在,在出公差，啊，这是一个秘密诶代志，拢袂使人知。毋过，阮已经巴肚枵，你敢会当一寡物件互我食？伊讲我无甚物物件，敢若春在敬拜上帝遐饼，即个桌顶诶饼，即是在拜上帝用诶饼。我讲来春节啊，里若是无去。 伫即段时间，汝无去接触着附近人，甲附近人有迄个性诶关系，即病汝才会使食，大祭司提病伊食。这根据摩西律法是违法诶，所以大，所以咱看耶稣摕即个问题，倒倒来问这宗教领袖，这宗教领袖煞应未出。来。 耶稣的意思是讲什物？若是伫即个模式入法，一，逐个人面对的应该无论什物人拢共款，无论是皇亲国戚，即个咱在讲法律的面前，逐个人拢共款。无显然，即个宗教领袖毋敢提起代笔的问题，因看到耶稣的学生目都要提未遂啊，未遂你若无入是要安怎食？ 这个、这个著是有个人将这种的路法修甲已经真突出。耶稣有讲这个对安息日一个真特别的解说。伊讲安息日应该安么？为着人来设立的，为着人的需要来设安息日。人毋是为安兮兮着安息日来创造。哦，这个。 甲因传统上的了解已经差真济。我一句话讲，按后日,日的设，按后日的条文，应该是为着人的生存，为着人的生活来设这个规律，安尼才是正确。毋是要用规律，伫人艰苦的时阵，加添伊的艰苦。 那法律条例给天人的艰苦，即、这个法律已经是错误。法律应该是帮咱人伫艰苦的中间，会当减轻负担。即、这个正是耶稣要讲起安息日摩西律法伊的本意，应该是伫即个所在。虽然会当看出讲。 耶稣落威伫应答这的宗教领袖的时，伫马太福音书里，得应用着旧约圣经和西亚的话，讲上帝爱人民，伊无爱人奉献。换一句话讲，奉献是咧表明宗教礼仪。上帝对宗教礼仪毋是趣味，但是上帝对什么关心？ 对人苦难有关心，即、這个叫做人民上帝爱人生出关心人生命苦难的心，毋是用真济法律条例来伫压制人。即、這、毋、個、是，即、這、毋、個、是，耶稣伫看代志，伊一个态度，伊伫讲即宗教领袖伫看代志的态度，甲耶稣无共款。 你讲上帝对人生命嘅艰苦，生出人民嘅心，唔是要摕入法来压制人，這是耶稣底下啲讲：“啊，咱会当看出讲人若腰哥一定甲什麼有关系，甲上香有关系。”所以，喺人啲腹肚枵嘅时陣，你大限制這個，大限制那，一定是错误嘅一个了解甲观念。 啊！即摆咱在看，佮另外一个按血热引起诶问题。著、就是耶稣去到会堂诶内底，伊去会堂内底，啊，有人真爱听伊讲解圣经。伊去会堂内底的，入去啊，著看到一个人，即、這个人伊的正手，正手高大去。哦，即、這个高大的講講，咱在讲讲这。 肌肉萎缩症哦，肌肉萎缩症，也是讲伊个正手有各样无法度，通叮当做工课。逐个人目睭金金的上，特别是这宗教领袖，因安晓日逐个人拢去会堂在聚会，因要看耶稣有要医好即个人阿无？ 根据因个解说，这毋是摩说如法的解说，摩说如法的解说，佮讲安尼就无做空课。啊，甚物叫做做空课？甚物叫做无做空课？即、這个需要甚物？需要解说。因为伊佮讲安尼就袂使做空课。啊，甚物情形叫做做空课？从高领袖的解说，来去解说甚物？伊讲慢性病。 袂使就医，急性会使哦。安尼咱听有吼，讲、哦、那急症会使，啊那一般门诊袂使哦。这是因另外出一本书叫做《迷信》啊。在即个《迷信》啊内底，因为这说明即种的规矩，一个人的手高达即个肌肉萎缩症，这毋、个、是急性。 因为这必然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是会使等，等甲日头落山，暗后日过，下晡暗后日过，安尼得使来解治疗。所以耶稣那是真正各地会堂内底达治了，这得变做是甚么？变做讲耶稣故意去违背安后日的规矩。 问题是迄、那个规矩是即个宗教领袖说出来，所以即、這个、即、這个会当真济讨论哦。因在说即个规矩的是，到底有去在想到什物，是人生命艰苦，需要亲像先帝好势啊？在讲上帝爱人生出怜悯的心，其实毋是啊，所头一遍伫安息日。 啊！伫会堂内底得疫病，耶稣头一边。伫会堂隔壁弄的所在，等于看到一个互鬼附身的人，拄。独伫会堂的内面。耶稣随将迄个人身躯顶的贵介关掉，即、這个人得到医治。当时的人要去报这个代志，也是讲当时的人惊着因毋捌看见。 耶稣刚出一个命令，讲出去，迄、那个鬼就离开去。咱会当看出当时人条件嘛，可能因为即个代志，风声传到伫耶路撒冷，或者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讲，哎、欸，耶稣身躯顶是毋是有甚物邪术，所以调降秘勒来家己看。有人走来甲耶稣讲，伊需要你帮助。 咱会当看出当时耶稣伫犹太人诶中间造成真大诶轰动，特别伊伫解说安息日诶事，逐个听来是非常欢喜。伊讲安息日是为着人说诶，人毋是为着安息日受创造，所以安息日其实会当看需要来做功课。 艰苦，即拢会当得到人的怜悯甲赦免。大家听了真爽快，因感觉耶稣讲的话比这宗教领袖较有权威。嘛，因为安尼这宗教领袖非常受气，所以目睭紧紧地看，伊就嘛要看耶稣是毋是故意要破坏这个解税安息日的轨迹。 即个解算出，就是慢性病袂使，急症会使。再来看耶稣安怎做。咱得当看出讲，伫安息日三本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拢有写到讲，即个人是正手高达。 需要耶稣甲因帮战，安尼伊就讲有个人是得讲耶稣耶稣看见即个人，啊，即、這个人就走来找耶稣，因两个小拄伫会堂的所在，来找耶稣，讲我需要你教我帮忙。啊，即个宗教领袖就伫边啊，目睭金金的上，嗯，诚趣味。 除了这三本福音书以外，另外有一本福音书无收伫圣经内底，叫做《德玛福音书》。《德玛福音书》内底在写即个故事的是写了真特别。伊讲有一个人，伊是土水师，诶、欸，特别介绍，这是《德玛福音书》即本册内底所写即个故事。伊讲即个人是一个土水师傅。 伊靠什物？靠伊个正手在做工？换一句讲，伊个正手在做陶醉的工具。毋过，伊个正手已经高大起，伊就看着耶稣，伊就来甲耶稣安尼讲。伊讲，先生，请你帮助我。我个家庭，我个家庭需要我用这个正手做工来饲因。我的家庭。 需要我用这个正手做工来饲因，这是这个条条手高大病人，伫多马福音书是安尼在写，伊来甲耶稣讲需要耶稣甲伊帮助，伊佫甲耶稣讲，我是用这只手做工作，换一句话讲，我这只手来派派去。 我到手不要做这个工课，不要做这个工课，我整个家庭的生活就陷落伫危机的中间。哦，即有可能？因为即个人来找耶稣，伫请求耶稣时，引起这宗教领袖讲：“哦，机会来了，咱就物注意目睭看，伊安怎的,的，伊好即个人。”耶稣看见这个人。 诶，圣经的作者真趣味，伊讲耶稣知影这个人心内在想什么代志。圣经真简单的一句话，伊在讲伊知影这个人心内在想什么代志。诶、欸，咱若看咱党内毛即席话，讲咱人伫看人，看人的面看袂出人的心，然看人的面看袂出人的心。 咱有一句俗语，讲什么？讲过一张路较远，北路吼，过一个目肚皮，讲过一张路较远，北路意思就讲无法度知影，即个人心内到底在想什么？有当些咱在了解，甲伊实在在想的煞完全南北二路差遐呢，得大。 咱嘛定有即个俗语讲：知人知面不知心哦。咱对认捌一个人，敢会当看出伊个面貌、伊个内心，其实咱看未出来。不圣经个作者拢提供一个看法：上帝知人个心思意念，因为上帝看人个内心。即、這个是非常重要。上帝看人个内心。 即句话背景就是有一遍啊，上帝叫神祇撒母尼去亚西的厝，伊也找一个囡仔，真侪准备要做以色列民族的王。撒母尼去到亚西的厝，亚西足欢喜，将伊个囡仔对头一个拢总叫叫出来。上帝甲撒母尼讲：，遮我拢无爱。 后来，萨摩尼就问亚瑟：“讲你还有囡仔无？”伊讲有一个上善的伫外面伫过养。伊讲你去代叫来。咱拢会看讲，哦，即、這个人一表人才，即、這个上界好，即、這个拿来做甚物会上界好。咱拢对外表的处人，我亚瑟，亚、嗯、瑟知影即个人心内心思意念，敢若即句话就已经伫讲一项。 在讲什么？耶稣是对上帝来，伊甲一般诶人无共款。耶稣有能力来了解人心内底想诶代志，所以耶稣在因心内底想即个代志诶时，耶稣得叫即个手高大诶人来徛伫逐个人诶面前，爱、啊、是伫会堂咯，所以逐家拢在看。其实咧是未。 要给遐宗教的领袖看，耶稣就问即个话：，按许只是做好代志，还是爱做歹代志？诶、欸，趣味哈！做好代志，还是做歹代志？伊其实是在问什物？讲按许只是爱害人诶性命，还是救人诶性命？因好代志，就是伫救人。 歹代志著是得害人，耶稣伫问者：，咱诶上帝设立安息日，是伫救人诶性命，还、啊、是伫害人诶性命？安息日著是要互人对生命诶嘅劳甲伊扛落来，无搁再劳苦，这是安息日。所以，一旦休困，著、就是要将迄个艰苦诶担担，伊放落来。 在十条诫面的第四条，讲按迄日来接受，无做工课，来分别出来。啊，毋但是人无做工课，劳力嘛无做工课，毋但劳力无做工课，牛牛牛牛骆驼，这拢总未使叮当，因为未使叮当，劳力嘛休困，即会伫做工的。 动物拢总休困，啊，土地大家拢休困，这都是在救生命。努力来当得到休困，哦，是生命上大个喜乐。害人的生命，第什么？拢總,总让伊无休困。啊，咱单来讲，讲了上准，做甲死，做甲死，这个是害生命。 所以耶稣用这真简单的话来在问，讲到底是害性命还是救性命？马太福音书个趣味，马太福音书伊讲耶稣有举一个例，伊讲家属安后日，因我那跌落伫溪坎内底，因我那无注意摔落溪坎，你要达救起来阿、啊、无？ 就是、要它救起来，根据因的传统嘅讲法，羊仔跋落溪坎，就是按许人嘛，要赶紧伊救起来，赶紧伊救起来。哎，啊，若是羊仔跋落溪坎会使救起来，啊，人嘅性命有比羊仔较重要无？羊仔跋落溪坎真危险咧，伊未当震动，有可能受伤。 受伤的羊仔伫溪坎，真紧去和其他的野兽去搭架去啊！因为伊无法多震当，啊！伫这个时阵有生命危险，汝要搭救起。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解释是讲，迄得爱救起，谁呐？赶紧救起，迄一个趣味哦。羊仔救起，因为羊仔有一个真重要的功用，就是会当限制给上帝。 这只羊若是救起来，啊，身躯好势，无受伤，会当献互上帝。啊，再来，若是有受伤，袂上奉献，会当举去市场来卖，或者家己留开胎来食。即拢是虾米叫做经济？哦，若要算数，即个著是讲，这有价值钱的价值。我过亚叔，你问。 人个性命敢无比迄只羊较较贵重？人个性命若比羊较贵重，羊会使救。伫伊个生命危险个时阵，会使解救。即个手高大个人，伊规个家庭是靠伊个正手伫生活。今仔日伫遮拄到耶稣，会使解衣无？这是耶稣伫问者宗教领袖个一句话。 这宗教领袖当然印未出来，因知耶稣在讲什么，因嘛唔知，便安怎么来甲耶稣辩论？不知会堂内底众人一定足欢喜，吼、哦！你看，这就是咱的耶稣，所以耶稣就甲迄个手高大的人讲：来，将你的手伸出来，你个手本来是已经高大袂叮当，伊讲将你的手伸出来。 耶稣落一个命令，即、这个人手伸出来，手就好起。换即句讲，耶稣就医好即个人手高达个病。不只宗教领袖感觉家己无民主，伊真无欢喜。因无因为即个人得到医治来欢喜，是因为即个人得到医治，因认为耶稣故意违背法律的规矩，所以因就开始参详。 要安怎将耶稣解开，互伊死？因认为耶稣带来是给因的官位，给因伫犹太人的社会的地位拄着挑战，即、这个、即、这个则是真正的问题。所以，因出去，这会宗教领袖开始参详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将耶稣解开，互伊死。 所以我有讲过，因为按许个代志，真正落尾带来耶稣，互宗教领袖改判死刑。啊，按许只是甲新闻关系，甲法律有关系。法律毋是要害死人，法律应该是要帮助人伫艰苦诶中间得到快乐。即种诶法律才是有意义诶法律。用即个来想。 咱今仔日来基督教会安怎伫看即种艰苦人诶代志，还是社会共主动起来，托起伫外面诶人，安尼就有反省诶意义甲价值。真多謝,谢你半时间收看即节目，上帝听收，舒服平安。